你早，早上的7:17，我们环球邮报539的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早安。那么，首先来看看昨天的开奖报告。恭喜各位，昨天开壶中2星0425。如果你十字牌签2-3星的话，你还赔一点；如果你是签2星，你就赚一点。哦，320本钱赚了210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全车不公开，全车要到8点以后再公开。两星这个两字碰一个尾数也不公开，这是专门给会员用的。以后这样子公开的方法就是十字牌，你可以签2星是可以赚一点，2-3星当然你赚的更多啊，960本钱中7400啊。来，0207第一注，0207第二注，第二注12261226，第三注2329，第四注3738，第四注3738，第五注1131，啊，这个可以签2星是320，2-3星是960的本钱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在 YouTube 公开的。10支彩注啊，祝大家好运，都能中奖。